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源胖子哥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到了伊犁新源县的那拉提镇。而这个镇呢，我们沿途过来的时候，全是咱们哈萨克族的毡房啊、蒙古包这些的，还有各大景区都有。到了那拉提镇呢，我们是不是得找点吃的了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前几天呢，在那个狗乃斯那边是蒙古族的风情，而这边是哈萨克族风情。所以说我们到了这边呢，一定要体验一下咱们哈萨克族风情的一些该有的东西，是吧？比如说这会儿呢中午了嘛，肚子饿了，咱们找找看有没有风干肉拌面呀、马肉拌面呀，对吧？再一个，今天呢下了雨，而且天阴阴的，暂时不能给大家展现咱们那拉提的美景啊，暂时不能给大家展示那拉提的美景，但是呢还有好东西等着我们来发现。那人呢，你那个马肉加皮蛋面那个那人呢，是一些幕后呀，他们就可能会就是说平时在家吃饭的时候，一种面和马肉结合起来，他们叫那人啊。这个学生对，行，那我们几个人你给我来个中的就行了。行，好嘞，好，就这些，不够我们再要。行，好，好，好嘞。哦，这就是那个马肉，还有那个皮蛋面。哦，马肉哪人啊？对。哦哟，全都是皮子吧？我看的我都。毕竟这是一个旅行餐厅嘛，是吧？看吧，多漂亮！哦，可以拿味道。这东西吧，拿来的趁热吃，趁热吃嘛，舒服得很。就是哈萨克族的土豆片，对，有羊肉、土豆这些炖出来的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嗯，没事。哦，这直接炖的特别糯了，直接进到嘴巴里都可以化了。你看到上面都好多都碎了都。味道咸，再说了，这个季节是不可能杀马的，除非就是以商业为目的的人啊。吃到这个马肉啊，不得不说咱们这个伊犁马是远近闻名的啊，大家都知道的。然后这个肉吃起来香不腻，但是呢非常有嚼劲。在以前的时候吃个马肉那可是大餐啊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呢大家的经济条件都好了，这个马肉呢都是平常基本上也吃的，还有马奶子都吃呢。吃到哈萨克的马肉哪人呢，咱们就得说一下这个哈萨克族了。他们呢常年都是过着游牧的生活啊，随着季节性的然后迁徙，给自己的马羊啊牛啊给他们找那个草场啊，要养他们呀。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，并不说是大家都穿的像刚才说的什么羊毛衣服呀、羊皮衣服呀那样子的。其实呢你们穿啥咱们哈萨克族也穿啥呢，知道吧？毕竟咱们生活条件水平都好了嘛，都提升起来了，对吧？时代在发展吧。哎，毕竟你们要穿阿玛尼，人家也穿阿玛尼呢。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哈萨克民俗，而且还想更深入的去了解它，那你就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，毕竟它是哈萨克自治州，对吧？在到这边来玩的时候，你可以进毡房
啊，品美食，看美景，然后进行进一步的详细了解啊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将去这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新源县啊，到县城去，这里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那拉提镇啊。如果说你们喜欢咱的视频，记得转发分享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新疆胖子哥，继续关注遇见新疆的你，带你了解最真实的新疆。你们看到桌子上菜是不是就两个，是不是特寒碜？哎呀，哈萨克美食多得很，我们要从这儿的从那拉提镇嘟嘟这样过去，一步一步的去探索这个咱们哈萨克族的美食。先吃着。我走过多少地方，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。追寻幸福的方向啊，一路的长，带上你